父亲是做打击乐的，所以我其实算是子承父业。高一下半年开始，就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打击乐学习，然后当时决定要考音乐学院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在国家大剧院工作，从事的是打击乐演奏和教学。I'm Lynn Cassiers. I'm from Belgium, and I'm a singer. I'm a musician, I would say, first of all. Mazuki 也是从小接触的，差不多是11岁吧，开始学习，一直到现在。因为民族文化，我们自己尽着自己的一个责任吧。他在现场用了各种效果器，就比 DJ 还要再宽一片的东西，现场采样，现场做效果，包括在唱，就他会营造一个很立体的空间的感觉。我觉得非常优秀，因为第一次合作嘛，他也不是很了解蒙古族的音乐，就是马头琴、古麦这些东西，可能碰撞一个摩擦，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其实其他的就是特别的完美，包括小黑，我会给他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节奏的骨干，就是肢体，因为打击乐对音乐来讲，节奏的音乐来讲就是骨干，他可能更多的强项是在于那些音色的处理，电子然后给他一个骨干在里面一块儿，他会把节奏这片完全交给他，剩下他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发挥。It was really great. I must say, I was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level of musicianship. Like the really good musicians. I love the instruments. Like especially the horsehead fiddle is new for me. It's a very particular sound that enters in your bones. I hope you will love my album with Sinue Fu and BBC.